来简单介绍公布一下时间。我想教会公布，咱拢知，我就免去介绍。教会公布是台湾第一份的报纸，是1885年开始。啊，上开始的名是台湾府城教会部。啊，到伫后来慢慢改，啊，本来是用白话字，啊，到伫1969年改做汉字。啊，到伫今仔日，每一礼拜发行量是22000份。啊，记载咱村庄，啊，是咱台湾各教派、基督教派，啊，是世界啊教会一切重要代志拢记载内底。总是阮有做一个调查，就是教会公布，在读者里面有85%是35岁以上的人，意思就是讲35岁以下的人真少人伫看教会公布。所以，阮对前年开始，阮伫迄个网络顶面，咱老电脑的人，我唔忙，咱先甲下个 TCNN， 台湾的 TCNN， 你甲拍入 TCNN 啊搜索，内底出来第一个就是台湾基督教教会电子报。啊，因为教会公布是一礼拜发行一届，啊，有寡较重要、较新的一新闻，我都伫迄个马上回应，咱拢一礼拜才发到发行一届。所以 TCNN 我会当当去伫遐来改，然后新的消息我就随报去。啊，到即马 TCNN 内底有50几篇的迄个长篇、甲短篇，拢是有关咱基督教会遮个代志啊，遮个消息。所以望咱会当伫咱的电脑面顶，你甲设定 TCNN， 啊，甲设定伫我的最爱内底。啊，过来就是，我伫这几年我嘛真注重遮个组织个教育，所以阮教育公布即马，逐个月第一期拢有出一个《甜蜜亲子报》第一个亲子报。即个《甜蜜亲子报》我是重点是要互遮个组织个学生来看，所以我真期待讲老爸老母。恁会当鼓励囡仔同齐来看《甜蜜亲子报》，一个月第一礼拜，嘛拢总是一大张4版。啊，《甜蜜亲子报》内底有真侪真趣味的代志，教囡仔伫厝内底使做 ice cream， 啊，厝内底咱袂晓做 ice cream， 伊，阮有一支写着讲，你会使甲冰夹啊，甲盐，冷冻的冰夹甲盐冻起来，这温度是-28°C，-28°C。你把你的山仔打到上，啊用塑胶袋包起来，甲落面迄个冰夹甲盐内底啊，伫遐切的，迄个山仔上变成冰沙，芒果冰沙，你厝内底买晒做 ice cream， 啊所以前面即款就是阮伫迄个甜蜜亲子报内底拢有写着，啊真期待老爸老母若无法度带囡仔来读的是，啊我妈妈买晒做，啊过来就是阮伫去年阮出一本。英雄儿童的儿童百节金句，儿童80金句。啊，这本百节金句是阮对圣经内面30的金句，每一节拢四个版本，符合本。第二个是台语，是迄个落迄个咱的迄个白话字。啊，第三是台语汉语本。所以你若袂晓白话字的人，你第二甲第三同齐读了，真紧白话字你就会晓。啊，过来第四是英文版，因即马咱国小开始爱读英文。所以，阮这个英文版是用美国迄、那个美国的圣经文言，阮用8岁以下儿童英文的翻版，所以真简单的英文。啊，所以每一句圣经在拢有四个版本。啊，你上下骹，上下骹是即只圣经找我牧师讲啥，即只圣经在即个囡仔讲啥物话，阮找我牧师写。啊，即只圣经在阮杀出来是阮希望。出一个学生，你爱去甲老师每一节拢爱背3遍，无同的时间哦，袂使一日哦，我会使来背一遍，中昼背一遍，暗时去背一遍，爱分开迄个日期分开，啥拢爱分开，因为一节圣经节，你若无同时间背3遍，你甲年纪真大拢会记，所以拢背了，老师爱甲你签名，所以你100节拢背了，咱唔忙，只有爱送遮个学生一个。一个奖品，我以前伫台南甲你发起教会服侍时，我迄当阵是用，迄当阵这本册是为我伫万年华迄当阵开始来杀，迄当阵我的学生是奖学金1500，咱无定感觉哦，奖学金1500很济，其实阮拢总六年内底才20几个人得奖学金尔，1500，所以囡仔嘛足欢喜，啊我嘛杀足欢喜，这本册阮去年出来。
要出来进，要出版进前，阮出版部的牧师，迄个林清牧师问我讲，我一本要印几本？广告写较早印的是拢一千、两千、三千，就算足济啊。我想想，甲讲两万本。啊，阮迄个林牧师、林文倩听着喘一下，两万本印遐济，感谢出版的鼓励，十月第二刷，搁一万本。这本册是广告写，除了县市以外，阮卖了。上短时间卖上济一本册，啊，即马诶，台北天教会因一届卖完100册，送 iPad， 一台万外块。我听见嘛，刷一个迄个新北教教会款，我听见嘛，刷一个，后来我才知影讲，原来是一个兄弟奉献10万块，就是为着要塞一本家己进去。所以教会嘛讲无啦，阮都遮个钱用完都无啊，啊，到即卖已经送3台出去，所以毋忙。而且我爱讲的是老爸老母，你无法度对囡仔靠一世啊。老爸老母，你若有偌济钱，咱囝儿孙有一日嘛会用完一个。总是上帝话当定根伫因的心内，正做因一世人生活遵循，我们袂惊坏煞。所以，咱若看你看好咱的信用，咱若无爱把咱的信用留伫咱的囝儿孙顶面，所以我真期待咱教会嘛会当使用一本册啊，予咱的主流学生。会当上帝话，正做因心中上重要的尊信。啊，阮广播社更新，咱拢知。吼，咱即期今仔即期的咱的更新，咱的节目内底拢有。阮每一期拢有写，即期发行几偌济份，即期拢总印198000份。阮是最近，它拢是顶到200000份啊。啊，阮期待讲到年底会使上看200000份。一份刊物，一份刊物，会当发行到哩200000份，是台湾上大个福音单张。啊，直接我来拜托咱听姊妹看完，像咱好咱就叫咱单供出来。哦，看完你个领导代表像，毋是基督徒，你个录音到信箱，还是讲我哩好个同学，我个同事，我关心啥物人，会使送伊。真更新一个真好传福音个功夫，通过这份。用上帝福音送到别人的所在，啊，圣经讲不如财神阿婆拉对上帝可以大赞。咱把更新送予咱的朋友，送予咱的厝边，迄就是你做灾，你做灾情的工具。但是大赞咱唔知，都是上帝有伊时间表。啊，更新是阮真重要的一个事工。我想我两卖阁介绍，阮拢总五项事工拢是免费的。你甲恁做阮两回，到会了200份，会到会要阁出三福音。啊，这礼拜反正来讲，五万块加500份，阮就是加500份去。这拢是免费。啊，广播社一年的经费是，敢若伫文艺事工这边爱3400万的经费，拢是靠教会这样的姊妹奉献。啊，而且我阁提来，甲咱遐姊妹说多谢，啊，因为恁过去关心大多奉献，或者文艺事工会当继续来进行。啊，而且五万咱遐姊妹。然后到台南来，当来广播社参观，啊，搁一边甲大家说一声，真多声。